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信哥，我换一个手机录的，换一个手机，就是原来是平板嘛，看一看最近有什么大的新闻啊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大会就是正在李克强总理正在开直播。不是开直播，是开记者招待会。看一看记者招待会有什么言论呢？哦，对，看看这记者招待会的30句经典问答了。简政放权，哦，喊破嗓子叫改革贵在行动，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。哎，这个我在哪里从来没听说过。这句话真的好理解。就是说不如做，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。咱们共产主义要把这个失去的是叫共产主义所失去的，就是唯一所拥有的那个叫枷锁，工人绑在身上的枷锁，我们要用暴力去推翻它，就是这个叫压迫在工人身上的枷锁。我们共产主义必将胜利，英特尔、纳雄、奈尔必将实现，好像是国际歌吧？那必将实现啊，对不对？那到底啥时候能实现呢？什么人先实现呢？